好好工作啊，我上南南班去了。先生先生，每日媒体了解一下，签办卡送全身脱毛。哎，你，柔是男人的根，顺是男人的本，贤是男人的德，慧是男人的行啊。我们现在呀，应该重新认识这个难得的问题。我觉得呀，应该把这个难得的问题啊，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。没有一个人在玩手机啊，这是很好的。周昊天居然在认真上课，迟到了还不赶紧进来。贝瑞，周昊天，真的是你？哎，正在点评你俩的朋友圈呢，赶紧坐下。坐好。像这种啊，这个是体现兄弟情谊的，是表现幼年优良基因的，你们都记好了，那是非常好的，没有任何问题。还不走吗，瑞瑞？我有事要问。我知道了，不就你那天晚上过生日吗？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啊！还有菲菲、欢欢、萌萌、哥，来哟！我们走了，小心遭报应。不就我发朋友圈 P 图没 P 你吗？至于吗？啊！大不了我删了就是，又不是塑料兄弟。怎么那么小气啊？你不是周昊天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周来妹啊。怎么了，瑞瑞？别开这种不笑话。我操！如果不是他疯了，那就是我疯了。